啊，军情天给啊！我喊立正的时候，把胸部挺起来，站。敬礼的，我敬礼的时候啊，喊扫席的时候，大声问副主席好。扫席，副主席好。好，请坐。咱黑熊总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欸，我唔捌精神遐好过呢，啊来，互恁感染着吼。来，那即马必须等下临时甲我讲啦吼，讲爱等者爱我来上课。啊，我基本上含大家做交做一个即个检讨吼。伊第一摆是要讲咱台湾的前未来甲展望吼。那么要讲未来之前，可能咱来先了解咱目前的状况。台湾的目前。是甚么款的状况？当然，目前伫国际上又阁是怎么样？用经济上、用政治上、用文化各方面，咱来做一番的稍微的检讨。是政治上、政治上，台湾甚么处境？台湾无名无分。国际上，那有关政治方面呢，拢用甚么名 ？Chinese Taipei，Chinese Taipei 唔是台湾呢。Chinese Taipei 全名什么话？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伊个会头前甲尾啊两字叫做 Chinese Taipei。那么既然安尼，这敢会当代表台湾？袂当啊！所以一旦呐伫政治上听到台湾的代志，拢被挪一边，因为你无名，因为你无名分，因为你无地位。在政治上就是安尼，所以政治上一寡国际上的决策，基本上咱拢去用排外。过来甲看经济上，头前我讲的政治上，包括运动选手嘛，共款，包括一寡优秀的咱一辈这年轻的，伫国际上参与的一寡这，包括数学奥林匹克也好，真正的奥林运动会也好，还是真正的什么亚运、奥运、世运、什么运。一大堆运动会，同款，拢是 Chinese Taipei。那国际上，迄个机啊，甲溜起来时，哇，五粒银箍啊！有些朋友甲我问讲：“哎，啊，你们国家，这个是你们国家的旗吗？”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啊，只能摊手。讲啊，你们国家是卖轮胎吗？五粒圆圈呢、啊，真的是很冤枉。啊嘛不应该，啊问题就是安那，今仔日咱的地位无清楚。OK， 那么经济上嘛是同款了。国际上有很多经济活动、经济会议、经济谈判、经济协调，敢有台湾？从来没有。敢有台湾的代表底下，有是做旁听的，有是会当底下听的，有时候甚至连旁听嘛袂当入去。我的这个 WHA 就是 WHO 的低下一层的单位， 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 那它的下层单位 WHA 这个单位在开大会啊，在中华民国这有一些人要去参与啊，要去参与他的这个护照要入去，结果要旁听，旁听就坐在旁边听，这叫做旁听，竟然也袂当好哩。啊，所以这个状况甲分析起来就足清楚。台湾在经济上也有政治上，头先我讲过，政治经济上拢没有办法跟人家参与，袂当哩去参与，袂当哩去参与。当家人有重要的决策，就被挪一边，就被牺牲，就被 kick out 掉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所以咱伫国际上、经济上有活动的时候，咱无机会，所以我们的机会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，愈少愈少。这么情形之下，演变到整个国家全部的台湾，诶，经济能量越来越萎缩。一旦萎缩了，要阁恢复复原，很困难。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等一下来探讨。哦，但所以经济上也是这样子，所以包括一寡
亚洲经济会议、全世界经济会议、世界银行的组织，咱拢无法度人，咱拢袂当有入去。经济上的独立关税免疫，独立关税区竟然是用这种名，不是台湾的名。那可见这样子的环节之下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被牺牲，被切割掉。安尼，这敢是台湾人要卖？所以我们在国际观里面，我刚刚大概也有稍微讲，我们在国际上的观念一定要跟着潮流走，啊，若无你会跟不上脚步。所以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拢是台湾内部尔，内部看到就是一般一在中国人讲古井观天呢，就是刚才你正看起来以为那个圆圈就是天，其实天是无限大的。啊，我们只被定在那个圆圈里面，我们的空间其他都被抹杀掉，所以不怪那你政治环境，那你经济环境只有越来越萎缩，越来越小，就是这个现象。文化上也一样，文化上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台湾的特殊的文化出来，拿那三太子拿那什么会，这个应该说的不是台湾的东西。我们台湾的本土原真的原汁原汁原味的文化不是这个而已，可能可以包含一小部分，但是我们真正的东西不应该只有这样而已。所以包括文化上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推出国际的文化，其实数字很多，我们的音乐、我们的歌、咱的国家的文化有做一个东西，国际上看不到，听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下来，就造成人国际上，若要帮助对一种的文化起来的话，咱拢无机会，因为无论甲着班，问甲着咱，无论甲着咱的时，咱的文化敢若会当想办法靠家己去努力，啊，敢若努力。你无行袂出国际，你就受限制伫迄个口岸里。这样对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咱、住伫遮的咱、本土台湾人的咱，安尼够公平，安尼够平等。所以，包括足济项，包括甚至宗教，包括去一寡遮演艺界嘛同款。台湾即摆目前的演艺圈。最近办一个讲叫做金马奖，结果拢是人迄边的下了了去。啊，台湾的敢会音乐敢真输人，电影敢真输人，艺才敢会输人？无呢，未呢。但是咱拢互塞伫边啊，因为目前即马伫遮咧执政权的中华民国的中国人，目的就想要含迄边合作会。啊，要到最后，你这就敢那路边捡的，就给你切入边啊！这就是咱目前的处境。咱的目前的处境，既然这么困难，这么艰难，怎么办？将来要怎么行？未来就在哪里？未来咱的路又搁是怎么一回事？咱的先把家己看清楚，咱的处境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永远。拢啊，搁伫遐咧领两万二，两万二的代票，无甲一千块美金，无公平呢。伫美国，阮咧算点钟诶，一点钟八块半美金。啊，伫迄搭遐，若一个月做起来，拢两千左右，三千左右安尼。哦，啊，当然，迄人是上贵的啊，人是上出一船啊。但是台湾的素质不比人家歹啊，台湾的程度不比人家差啊，卖比较为美国去，敢若香港比，香港比嘛比台湾悬足济呢，韩国比，韩国嘛比人家比咱较济呢，日本要个不得了，所以种种啊，甲比较起来，当然袂当比为东南亚迄落歹的啦吼，咱尽量比较好。那么既然安尼，咱的目标要哪来追？咱的目标要来努力？咱来先看清楚，所以先把咱的问题
重点先杀出来。原来今仔日造成到即下的痛的处境，今仔日的母啊，今仔日即种的凄惨的部分，什么原因？就是我头先冇讲过，有即个中国的流氓政权，甲咱锁掉的，甲咱 lock， 甲咱锁掉的，所以咱打袂出去，打袂出去的话。国际上无声音，国际上无机会人争取权利，国际上无争取迄个机会，所以咱拢必牺牲嘛。那咱若一旦有法度人出来啊，咱会当争取啊。来，我台湾遮尔好个所在，我需要什么款、什么款，国际上马上甲你做，国际上马上甲你拨你，差别伫遮。啊，所以上重要第一点。这个流氓政权呐，佮继续甲咱锁掉的，咱安那熬都跳袂出来。人咧熬，买有环境；人要努力，人咧讲的要做牛，买有产糖犁啊。要做牛啊，都无产就变哪犁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一定爱想办法，将这个流氓政权先想办法，咱甲踢到，踢到走。安尼自然咱就跳过啊。啊，那无咱有哪是方绑伫这个苦啊哩？所以这个部分，该基本的论述、基本的概念，咱定爱先建立起来。啊，那无你看袂清楚，你为什么而奋斗？为什么而努力？就是讲，讲来讲，为何而战？同款，今仔咱这个乌云部队，是要为何而战？为台湾。为台湾的前途，为台湾的目标来去做，先把台湾放在头前，你的目标、你的理想，你得定出来。所以你若定无目标，你的视野茫茫，你的看无。啊，一旦你若明确的你、你的、你的目标清楚啊，你自然就很有信心。人有信心，是因为他有明确的目标。有明确的坚定的想法跟含理念，才有法度通有信心的。所以这是相对的，这是相对的。哦，所以咱要建立信心，要建立这个基础，咱一定要先看清家己目前伫这个处境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今仔日造成到安尼，我相信足侪伫台湾倒来，甚至伫国外遮，足侪嘛咧甲我讲，注重。今年头的选举过了，伊足郁卒嘞，郁卒到拢强要忧郁症，强要跳楼。啊，听到民政府这个资料，听到民政府这个论述，国际化的观念了，哇，伊精神怎啊好起来？唔免食药啊，怎啊好起来？啊，我希望唔通食药啊啦，食迄无采讲，因为你头壳无清楚，千只嘛食无效。所以咱重点啊，爱赶紧想办法，甲头壳内面的思维、头壳内面的逻辑。套壳内面的概念，咱爱对得到国际的潮流。啊，这方面我甲咱报，甲咱各位保证，台湾民政府咱的所讲的国际化，所讲的国际论述，国际上拢非常清楚，不但清楚，听有了解，嘛感觉咱做拢是对的。甚至伫迄带遐，我有含一挂大学的教授，迄我那算哈佛大学。一教授哦，唔是哈佛大学读册尔，哈佛大学教授，佫是顶尖国际级的迄种教授级的，伊嘛讲，讲伊含苏联的教授，含美国的教授，含欧洲来的教授，安尼讲，讲咱国际的论述，咱的民政府的论述，因为伊拢看英文的，啊，讲互人家听，即欧洲世界各国的教授拢甲讲一句话，讲 make sense。Is correct. 这是英文的，讲 make sense 是讲你讲的拢标准，拢对，是正确的。啊，伊甲问讲，啊，为什么台湾遮电脑听无？电脑遮听无？我甲讲吼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台湾遮足济人的头壳甲逻辑，去予中华民国的乌布砍掉的，啊，佫有足济人。迄、那个头壳内面的概念，去予乌坎的炸掉，乌坎的大家知啦，乌坎的去甲炸掉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基本上咱的概念，那是这个部分
利益，这个金钱，或者是一个个人的好处的，这你一定要先排除掉，清清楚楚看了解。咱是要根据国际法来行，咱是要根据国际地位来争取的，安尼自然你的目标就出来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希望恁各位有哪会对着国际潮流来看代志安尼。那么最近，美国包括希腊的国务卿，包括美国的国务有关单位，拢讲得足清楚，要重返亚洲。大家捌听过？要重返亚洲，谁人要重返亚洲？因为亚洲、亚洲这足重要，重要到什么地步？重要到会影响到全世界。因为亚洲这一旦有问题，自然会造成国际上的问题。那么亚洲这的问题，中间就是台湾的问题。所以简单讲咧，台湾有问题，日本的问题。日本有问题，整个亚洲就出问题；整个亚洲有问题，欧美各国都拢全来出问题。因为目前的环境、国际环境、国际上的利益，即马已经移转来到亚洲这个所在。所以，那是安尼个看起来，美国讲要重返亚洲，是日本要重新再恢复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同款，嘛是咱日本台湾重新定位、重新争取咱的地位的上好机会。所以这个部分，跟着潮流走，跟着国际的趋势来行，咱来想办法来争取这个机会，把握这个机会。哦，这我那是一个真基本的逻辑的概念，所以大家做参考。那么，头先我来讲，讲台湾的未来。台湾的未来会怎么样？咱简单用最这个近景的香港，香港大家知影吼，香港一个所在小小啊，大概是台北市、台北县，差不多安尼加起来迄个范围尔，不是很大啦吼。加个台湾的可能十分之一，或者是几分之几安尼尔吼。那么这小的所在，伊伫英国砥砺之下。是怎么样？东方明珠呢？漂亮的不得了。用香港的例来看台湾，香港这小的所在，会当创造这那好的辉煌的记录，创造这那好的经济，创造这那好的地位。什么原因？伊有一个真好的政治背景在后边，就是英国的政权在后边咧上。那么，当然看台湾，台湾的经营。将来，咱的未来，那是将像香港迄款的一个这个概念来个推展，咱差不多有香港的几十倍大诶。那么，咱有将来有可能比香港好十倍、二十倍搁较好。包括咱的素质，包括咱的程度，包括台湾囡仔会头壳的智慧，无比香港差呢。我上在我那捌咧去遐。以前我想的几乎一冬会去两抓三抓，因为事业的方面的观念。甲看起来，台湾囡仔、台湾这成长的大汉的学生囡仔、少年家啊，素质真好啊，无比遐较歹啊。啊是安怎？台湾奈伫地位上、国际上，人因无甲你看入眼内，因为咱伫国际上无分量，所以。那用将来安尼甲看个未来，咱的将来，我相信咱会比伊较水，因为香港已经等于伫中国人的手里啦，走袂去啊。所以因将来敢那会只有往下越来越差，袂往上越来越好，因为迄个政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，迄个政权是一个无公平的政权，迄个政权是一个无正常的政权。所以香港的未来只有凶多吉少，但是咱台湾，你嘛甲看起，用国际地位、用国际论述、用国际路来行，台湾的将来会比人家漂亮好几十倍。我有信心，将来台湾只要那地位掏开，
只要地位清楚，咱的将来跳上国际，国际各国目睭拢当顶大金在甲你看，在甲你协助，因为这个所在对因相对的有真大利益伫遮。哦，所以这个用简单这个解说，咱也用安尼简单个看，包括甚至台湾的将来，一旦呐国际上有一个分量，有一个地位啊，国际上的我头即马讲的国际的条约，政治上的一寡只的签署，一寡只的联谊，咱拢会当入去啊，免阁踮遐坐两板凳，免阁踮遐坐旁听啊，直接就当入去参悟啊。那么那安尼一寡重要的机会，咱拢跟得上，一寡重要的协议，一寡重要的签署，咱拢会当参悟在内面，咱的利益自然都袂去用影响的嘛。哦，所以这拢相当有相关联在内面啦。所以伫台湾的环境内面，咱爱建立的，就是咱的台湾的主体性。咱台湾家己本身的主体性，若有够遐，带动咱来追求国际上的地位。哦，包括搁在咱将来伫国际上，诶，这个各方面的活动，咱会很漂亮，真的会很不得了。尤其是台湾伫这个亚洲这个地带，咱迄个位置，敢那是一个 key point，key point 就是迄个锁匙孔迄个所在。你若看地图，亚洲的地图，为顶头韩国。过来日本，过来南越南，一直到台湾，甚至下面菲律宾、澳大利亚、东南亚一带，这个所在安尼一排一直连落来，台湾都正中，重要无？非常重要，袂用诶任何诶闪失啦。所以美国伫这个所在，其实用足侪精神，伫这个所在布置足侪经费伫这只。因为台湾一旦有问题，北边日本，搁在南北边，到西北边的韩国，拢会出问题，拢会出问题。越南、菲律宾嘛会出问题，澳大利亚嘛会出问题。所以整个的亚洲，若一旦出问题，同款相对的国际上就出问题。所以我头先讲，为什么美国会再三强调，伊要重返亚洲？重点就是伫即搭遮，重点伫遮。所以你若甲看台湾的西边、这边台湾海峡、台湾海峡，一旦中国若是真正来到台湾打伫遮，那么台湾海峡变成伊的内海哦，台湾海峡一边吼西边呀，变成伊的内海的话，日本、韩国、内面菲律宾、澳大利亚。当南亚这国家的船要进出这个台湾海峡，怎么办？没入去呢？因为那边伊的内海呢。啊，那么那安尼话，船也好进出，你嘛看呢？台湾海峡每一天、每一天、每一日，这个船底下有数万只底下进进出出，这个船拢要重新绕道。哦，安尼费用成本。都个增加非常恐怖，啊不划算呢，啊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所在，美国为什么思思念念拢无要甲放弃的原因伫遮？有人讲美国要放弃，迄是拢咧甲恁欺骗的一个讲法啦。哦，啊所以台湾海峡的状况，佮再来讲台湾的东边，华人台湾的边，就是甚物所在？太平洋。这太平洋整个来讲，谁在控制？是美国在控制。那么美国在控制太平洋，你若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这船啊，诶，飞机若一起来，拢伫谁的雷达顶头？伫美国的顶头，美国雷达顶头。所以这个所在重要性，就是讲，两江若一旦来下台湾，那么太平洋。爱美国爱分一半给伊用，啊！美国敢买？美国敢肯？不可能。所以既然安尼，所以台湾的代志，顶有其实就是美国的代志。
啊，所以未来的转让，咱只要肯对美国的逻辑、对美国的国际化来行，自然就很好办事。美国嘛，再三讲啊，做清楚，国际的代志，希拉里伫亚洲东盟会议的时阵讲啊，做清楚，国际的代志，咱要用国际化；世界的代志，咱要对国际化。所以，既然啊安尼话，那么咱有哪是个要求来？你嘛是要对国际化来，甲台湾的问题爱解决啊。所以，咱有根据，咱有资料，咱有100%的把握，就是伫遮。啊，过来讲，你甲看台湾，遮小的所在虽然小，重要性较重要。所以，中国一旦啊会来到台湾，我甲恁保证，每一个人若出门，拢爱阁签单呢，拢爱申请出门证呢。安那讲，伊但若会来到台湾，伊个军事布局个遮重要基地，拢一定会刷来伫遮。啊，大家人看，咱目前伫台湾，若要入去较深个山内，得爱啥物证？入山证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要海防，得爱阁再海防证，才会当出去。同款啊，伊既然基地拢伫遮。你要出门去买菜，嘛爱签单呢？安尼有危险无？安尼有恐怖无？所以既然安尼，咱敢通让这种代志发生？唔通呢？唔通怎么办？鼓励较侪人，鼓励搁较侪咱的朋友、咱的亲戚来认识国际化。只要对国际的游戏规则，对美国咧讲的国际化来行。自然咱行出一条路出来，咱甲台湾行出一条路出来了，咱自然地位就清楚了。啊，所以咱的未来要作水、作钱，咱来先努力，咱来付出一番的奋斗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，吼！拢讲来讲来，就讲 no free lunch， 美国遐讲没有 free 的 lunch， 就是无迄个免费的午餐。但是该做的。咱嘛是爱努力，因为毕竟这是咱住伫遮，这个是咱的根的所在，所以咱一定要付出咱相当的努力。啊，因为未来要好水，包括一寡这设施，咱内面嘛拢有咧规划，必须这样非常辛苦，拢有咧规划，包括咱以后要用的钱、钱币，咱嘛爱一番的想办法。目前电脑钱币顶头写中华民国。我伫遐，唔知有恁有看过迄第一集的布袋戏无？迄个布袋我用英文讲的吼，啊咧英文，即、這个美国人，啊咧问即个囡仔，讲啊你敢是台湾人？伊讲伊是啊，话伊讲伊看伊像是中国人，啊讲无无，我会证件互你看，伊是会 passport 嘛写 Republic of China， 啊过来讲啊这是 China，OK，、okay, 啊过来诶身份证嘛写中华民国。我讲这嘛是中国呢 ，OK， 好过来，诶，钱出来，诶，嘛是写中华民国，拢中国啊。所以有一天的啦，咱嘛爱用咱台湾真正的钱出来。啊，所以这拢咧规划中啦。当然，这未来一步一步，咱来先有一个逻辑概念以后，咱来往这个方向构思，往这个方向来咧努力。所以包括钱。以后，咱的代票会变成正代票，正代票和美金一块等值啊，等值，就是因为伫这个波多黎各吼，波多黎各算南美洲吼，南美洲的一个中南美洲遐一个岛，我捌去过，啊，迄搭遐因的钱叫做贝索，啊，因的贝索一块嘛是等于美金一块，啊，刚刚啊25 cents嘛是等于美国25 cents。所以咱将来，咱以后那假洋春面可能一块就会使，唔是即卖一块，爱听好清楚是正代表一块，就是爱甲换好清楚。啊，咱用美国的系统制度来做，安尼将来国际上来到遮足清楚。所以咱就将来一旦啊走上国际以后，世界各国、世界各国的人来到遮，袂担心、袂惊，因为遮唔是中国人来控制。是美国系统伫遮咧控制，是英国系统伫遮咧控制，就是香港。香港是安怎足济人去，世界各国人去，各地游览团、各地世界各国拢会去啊。因为伊知影遮是英国系统。啊，咱有一天的台湾，若是国际化，
变成是美国的系统来，国际上的人，大家欢欢喜甲要害，世界拢来走。迄阵的咱内部观光业，咱内部旅馆业，咱内部农产品，咱内部各方面的物件，国际上看甲水甲欢喜甲，感觉买袂了。安尼好唔好？安尼有好无？所以，这相对拢有关联，因为你国际地位若清楚，人国际上知影讲啊，这个所在是安全的，这个所在是袂烦恼的，这个所在是无受威胁的。自然，伊来到地，咱即台只的各方面，包括咱讲的文化、咱的音乐，去到世界。正解伫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咱的音乐，尤其是高山族的音乐。冇去哩伫遐呢，迄敢那是顶一两届的奥运会，可见咱的音乐素质，可见咱的文化，国际上无迄个比人较歹呢。啊，所以这个需要呢，需要咱的努力去杀。所以我头先讲，一旦咱若是走向国际，咱的工厂生产的，国际上接触的对啦，咱的尤其是农产品，迄黏膜。我若逐摆回来食莲雾，食走袂煞，因为我足爱食这莲雾。啊，这个物件基本上会使讲台湾唯一的。这个莲雾吼，一个英文名，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未？迄叫做 bell， 就是灵芝，迄、那个 bell fruit， 灵芝的水果，漂亮的不得了。食落去到来甜甲水分阁足济，我若食着咧吼，啊心我欢喜甲，因为伫美国食袂着。我逐摆等下，我这两天嘛搁食滚下了，啊，食得真舒服。所以咱国际的物件，咱对得着。咱包括农产品，包括工业用品，包括一寡概念，包括台湾人的智慧。你看咱即摆目前咧所做 high tech， 一寡个高科技的 high tech 的物件，咱无比人差呢。所以咱唔免个看轻家己呢。咱也知影，咱只不过是去用定调的。定调阿妈棍，咱叫袂出声呢。啊，一旦啊手放开啊，咱唱出来歌足水啦，因为五音全啊嘛，丹田有力啊嘛，所以咱会当走向国际啊嘛。啊，所以咱得想办法，赶紧来散互吹，赶紧来吹互行。所以将来的未来，我相信必须听阿乡头咧讲过，甚至包括咱的经费、咱的资源，无应该安尼浪费。最近。伫电视顶，大家拢有看的，什么退休的啊，佫会当领年终奖金，佮我听讲有安尼，全世界嘛无安尼呢。哦，退休了啊，遐个人讲老甚物货，遐个老七啊、老五啊，遐竟然佫会当领退休金，啊，一领佫领外多外，这无应该呢。啊，甚物选举，选的。一票阁会当下30块、50块。我伫美国遐，我含美方因朋友咧开会，我讲台湾的选举吼，选完了，啊一票照算，一票30块还是50块，安尼咧互因呢？讲啊，哎，靠安尼咧！我讲台湾即马目前叫做 ROC 嘛吼 ，ROC 大家拢那叫 Republic of China 对不对？我讲唔是呢，真正的名不是这样。是 Republic of Casino， Republic of Casino 博缴啥呢？啊，是啥物人的钱？咱大家老官老会所坑来，所来缴的这税金钱，来咧做伊博缴本呢？感谢呢。所以咱家己若看清楚这個真相，国际上不会讲投票了、公投了、选举了。搁再一票来，你算30块、50块嘞。那袂，你应该你选举的人，你爱下钱来，互这个选民啊，嘛较差不多。啥物咧选民去合理咧？完全拢乱来，完全拢违规参政。所以伫中华民国，伫台湾，这个流氓政权，伫台湾头到尾拢是一句，就是骗嘛。会骗个会骗，骗甲袂骗，较去拍算啊。会怪罔怪。怪甲袂怪，较个来做打算。所以伫中国，伫这边只领钱，当遐咧开一个将军村，唔是中将汤啦吼，什么将军、中将、上将、什么将，一大堆拢伫
中国遐底下咧用者江津村，这叫做饲鸟处假布地，底下领遮个钱，啊来会遐用，啊用无要紧，无你嘛讲较疼遮咧，无呢，糟蹋到要害啊呢，啊糟蹋了，还佫会去遐咧享受呢，是安那个安尼，安尼敢合理？安尼敢公平？这咱嘛按爱思考，因为这拢对咱的利益有关系，所以为人甚至为家长讲啊，政治盲插，啊，都好过这就好啊。但是你唔插政治，政治会插你呢，政治会甲你糟蹋呢。今仔个讲明仔载要油钱起价哦，你着惊到要死呢。电钱要甲你起价哦，你着烦恼个呢。水钱要甲你加关价哦，你着偷烦呢。敢有合理？这就是政治力量啊！所以可见，台湾的将来若无这因素干扰啊，台湾的漂亮的不得了，台湾的真正会真富咯。因为足济拢是无明无白的浪费，这将官、这国会议员、这什么议会、这人所贪的钱。一大堆拢是咱咧缴的钱，啊，这钱若好好来应用，台湾的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呢？台湾的高速公路、高速公路这高量各方面的建设不止安尼尔呢？结果拢饿了了，食了了，啊，要开去工厂，用迄个豆腐渣，用迄个青菜交代一下就好啊。每逢大雨，都帮帮了了去。啊！那当那要选举啊，赶紧来捅他妈个，赶紧来插我路顶，甲你交代一下。啊！台湾人戆戆就爽欢喜个，这拢唔是咱的物件，这拢唔是正经的呢。所以这个情形下，咱来看清楚。那既然那呢，咱若将来排除这所有不应该有的因素的话，那么台湾的要应用的资源。甲要应用的机会真大，所以我也想在讲，台湾的未来会漂亮不得了。但是要漂亮不得了之前，咱要付出努力，尤其是将来要变成恁即少年辈来当家做主啊，恁爱有概念，恁嘛爱斗宣传，因为恁有使命。每一个人拢有你的。管理爱去做，拢有你的义务爱去杀，因为台湾的将来要水要无好，看在咱家己安那做，一分努力一分耕耘。你若唔做，等个时间一到，我阿人走了足情啊，你较要来力，袂好、哦。所以我头先讲的，包括将来的政治地位，那这因素排除了，伫国际上，咱真有名分。咱要讲啥，要争取啥，咱拢有机会。自然，咱伫国际上的地位若有啊，台湾的经济要复兴来得紧啊。因为政治这个物件，就是火车头，后边所出来的一箱一箱，就是文化、经济、社会，这一大堆各哪行，拢一直拖一直行。台湾的教育，大家素质读到真高，读到博士博，或读到硕士，读到什么书，结果出社会。领两万字，话讲两万五，话讲两万字，领安尼，敢会记得？啊，读遐济册，安尼敢公平？无应该，因为好康的，人伊拢食了个呀，好康的，伊拢落掉个，轮袂着咱。所以，这个因素你若甲认真甲看起来，就是刚才我咧讲个，咱一定爱行出咱一条路出来。啊，那无，咱的未来拢是伫阿个人的手里咧掌控。啊，咱要甲咱的未来，互咱家己掌控无，好无？好。所以未来的咱，咱要创啥物货，咱要发挥啥物货，咱拢有已经有根据啊。包括政治方面、经济方面、社会方面，甚至教育方面，伫美国伊的系统，为囡仔出生，到甲读大学。
周唔免开着什么钱。我迄囡仔呐去读幼稚园，啊老师着搁分铺个纸互伊呢，啊学校嘛着搁安排册互伊呢，哦啊读到高中几乎唔免开什么钱，大学可能爱啦，但是大学嘛非常省。大学你若是州立的，或者是国立的，费用拢无上，啊若私立的着足贵，啊正不幸我迄囡仔有拢读私立的，迄私立的一学年拢5-6万美金。美金哦，唔是台币哦。啊，但是私立，不过美国迄边啊是安尼，私立的伊的程度因为竞争，所以伊的程度相对无比公立的较歹。所以哈佛啊是即么一寡遮较有名的哦，遮个学校拢是私立的。好、哦，啊，英国嘛同款，欧美国家拢同款是安尼。不过基本上，你会当享受的教育资源，享受到的教育设施。拢足齐全，啊！下个老师一班校一班内老师教20几个，伊都唔敢去收囡啊！讲我安尼经应啊，我教啊，哦，别再去花伤济。伊讲我一个要应付20个，我已经真忝啊！因为伊安尼顾会得，啊，囡仔的教育足自由、足活泼，含老师无咧叫老师。美国的囡仔学校的老师含囡仔是等于是。互动，所以拢会叫名，啊是 Mr. 什么，啊 Mr. 什么会安尼？啊，因为老师其实嘛是边做还是边在学啦。像我即马徛伫遮咧讲，我嘛是为恁遐咧吸收经验，吸收一寡知识来做我的补充。同款，这个是互教学相长。哦，啊，这个方面部分，老师一部分，大部分因美国遐边的教育方式足自由的。囡仔咧讲，咧讲理论，老师嘛爱听呢。我囡仔学这个幼稚园先，啊老师就讲建画一个太阳，啊画了一个分头下起来台下顶，啊放在遐，啊咧讲解说什么原因才画迄个色。啊后囡仔是画绿色的，嘛画白色的，嘛画黑色的，啊嘛画红色的，我即嘛一个起来。啊讲老师就甲问，啊你的太阳有个山为什么是黑色？因为太阳在睡觉，睡黑黑的，哎，冇得力啊！敢冇得力？有啊，有得力啊！啊嘛，为迄个橘色诶！啊，老师说，哎，你的太阳为什么是 orange 的颜色？啊，囡仔讲，因为我早上很早就起来，6点多，我看到那个太阳就是 orange 啊，因为我早上吃的是 orange juice， 有道理呢。并不是讲唔对咧，所以每一个角度，他们注重的，因咧重视的，就重用你用什么款的角度咧看待。地球是圆的，不是方的，所以看待就有很多面向。啊，所以教育方面，人嘛足自由，人嘛足活泼，将来这就是咱要学，这就是咱要学习的，唔是死板板、四四方方，叫你着背哦。北长江到哪里到哪里哦？啊，黄河从哪里到哪里哦？啊，铁路安那走？无必要，无必要。咱要读有用的，咱要读有效果的，咱要读真正会当对着国际潮流的。好，所以这教包括教育方式，包括逻辑概念，咱拢爱跟，拢爱对的。哦啊，经济上嘛，同款呢。科技上嘛是同款呢，所以你看咱台湾所生产的一挂高科技，嘛是拢卖回美国去，嘛是拢卖回欧洲去，嘛是拢卖回世界各国去。原因伫遮，你要跟得上国际的潮流。今麦世界已经是国际村啦，已经是世界村啦，所以咱的概念嘛要对咧调整。啊，所以将来的台湾未来，我相信咱有这个基本的概念，咱来往这个方向来走，我们会。很漂亮，我们不会输任何一个国家。所以我头先讲的农产品、畜产品，嘛是同款。杀白鱼会当用饲的，台湾呢，全世界无听过安尼呢。杀白鱼本来是海鱼啊呢，好啊，所以台湾的头壳真的是不简单呐、啊，真正不简单。你看那养殖的那种观赏鱼。小丑鱼有荧光色的，台湾的，咱头壳袂歹啦。真正，阮伫国际，
我伫美国遐住三十几冬啊，我甲观察台湾的头壳，台湾囡仔的智慧无比人差，无比人较歹，敢若差一点，就是咱希望我头先拢讲定调的。所以一旦咱若拍开，咱的路会很好，咱的将来会很漂亮。哦，所以你的社会环境素质老高遐，自然你地位提升，你的概念也跟着提升。所以像台湾从以前阿扁时代，都推行垃圾不落地，这大家拢有概念。所以台湾即马倒数清气个，当然有是所在阿哥无清也没有错，但是毕竟有迄个概念，有迄个逻辑啊。啊，我会记得以前台湾的跟台湾的人呐，看到坐巴士。啊！若看到车来，哦，大家硬来撞，即摆咩哦，拢爱排队排较好势个，这都有咧进步，这都有咧进步。啊，这个方面，咱一步一步来跟上国际潮流，自然咱会受肯定，咱会受尊重，因为咱嘛是国际的一份子，所以咱来家己先定位清楚，啊，甲目前的咱看清楚，咱的未来又阁是安怎，咱家己有哪爱。头头尾尾拢爱看了解，所以我头即卖咧讲个，咱来培养家己国际观念，培养家己有国际观的迄个看待事情的人格，甚至去到国际上徛起来作大方。所以你看，平平欧洲、美国遐个囡仔也好，伫国际上徛起来拢落落大方，啊，拢很有自信，因为国家给伊信心，伊国际上有观念，所以徛起来到咧袂胆袂惊。但是台湾囡仔去到底安尼，啾啾，啊，敢那啥要美男对是大同款，不需要安尼啦。但是要唔免安尼进行，咱来培养咱的信心。所以我头先讲，你若信心有，站起来就是宰宰宰，站起来就是落落大落落大方，袂输人较歹。啊，这个基础你得先拍，包括一点一滴的国际概念，你得去吸收。人咧讲啥？国际上咧讲个代志，人也听有。因为咱目前所看个媒体、所看个资讯，拢是伫个框框，伫中国人个框框内面。所以咱伫媒体顶头咧看个，唔通百分之百拢看这尔。你另外搁再跳一步，你咪伫网络找资料，去看国际上人咧讲个方式。哦，这拢是一个国际概念呐。啊，包括国际礼仪嘛是同款。去到国际上，要含即个较重要人物，要哪握手，要哪含人致谢，要哪含人讲话，要哪表示咱的态度，即拢爱有呢。即唔是讲啊去到胡蹦乱撞，因为咱去到遐，咱有咱的任务，咱去到遐，咱有咱的地位，咱来展现咱台湾。